Hello，大家好，这里是笑笑。今天呢，给大家拍一期喂金丝熊吃活食的视频吧。怎么这么别扭呢？视频的开始，没有开始，这就是开始。哪来那么多废话呀，是吧？首先，我不知道这两只今天有没有这个准备好。平时都准备不好，都是两个逗逼，是吧？首先我试一试他们能不能吃啊？对，他们吃过，我喂他们吃过，就是喂这个活的大麦虫。还是看不见吗？这儿了。每次看到这儿都觉得他们特别逗。哎，我好像在这治病吧，因为这样子拍，真的，他们吃得很开心。好吧，这个因为我当时看那个麦飞鼠有专门的饲料里是放那个什么什么肝的，就是放那个面包虫肝，所以呢，我在想大麦虫是不是也可以吃？主要是我觉得大麦虫挺多的，这个环境真是简陋啊。那只好像已经寻过来了。我感觉我真的养了一堆球。我不知道这窝的吃不吃，会有人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养？因为那样子要盖盖子，这样子不用盖盖子了。我不知道面包虫他们吃不吃。是不是不吃啊？我靠，那就钻进去了。算了，送你了。今天居然非常奇怪的没有打架，虽然我并不希望他们打架，但是平时我扔一只，假如另一只吃不到的话，会过来抢的。另一只是已经吃完了吗？哎，你咬我干啥？这儿，哎呦我的天哪，真是肥！看到了没有？这儿，我操！真的，他们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了，服了。本来我是想拿剪刀把这个虫子剪一半给他们吃的，不过扔剪一半会被，好像是我懒，那种肉汁四溅的感觉我很不爽，所以我决定还是单独喂吧。这只是不是吃完了？还没吃完，这两只好慢哦。哎，是不是这个灯光的问题？灯光会比较亮。这只已经吃完了。
仓鼠粮每次都被他们弄得好乱啊。这边的还没吃好吗？看来是都没他吃得快。这只吃得好快。这边不管了，问一下我的狮子们吧。你看，还说我不收拾，我收拾完之后一样，几天就会变得这么乱，好吗？这真的不怪我，我真的每天都有在收拾啊。我操，这只小的好像最近也开始疯狂了，速度也变快了，把这先撤了。还有一只呢，没看见吗？在你身上。不管了，反正我这有。我也被谁吃了？好像被他吃掉了。你在渴望什么？诗和远方吗？湿润倒是，真的，他们的速度我已经有点跟不上了。啊，这只真的好快！我刚要调转镜头，就已经被它吃掉了。嘎嘣脆，鸡肉味儿。好像他嫌弃我。我的天啊，你瞎吗？这有这么多。然后接下来喂点涮锅神器，就是油麦菜。每次都要买很多，因为买一颗的话不值，是吧？或者说我是实在懒得挑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反正又不是我吃，只要保证它新鲜就可以了。好了，我先去看看这两个，我靠，吃完就缩起来呀。这个之后就警觉性超高的，真的跟过来了。不喂你吃的是不是过意不去呢？好吧，在这儿。好吧，这期快结束了，这里是。